在计划之中。全军出击，我绝不停歇。哎，我打塞拉斯我没带魔抗，兄弟们，我忘了带魔抗了。这个他这个兵会不会傲啊？跟酒桶没 pick 好，但是青钢影杀不掉，没杀掉，我操，我们两个这个杀不掉，我法穿鞋杀不掉。撑一下，稍微再撑一下。
哇操 ，nice nice nice！ 哎呦，我在这回家没屁事，真的。我老实点，在这里回家没屁事。 小龙打打的吧，不打吗？这不，我现在很肥，我战斗力很高的。我亚索，哇操，他们也很肥啊！才发现，我以为我很肥，他们也很肥啊，都很肥的。亚索有不朽盾弓的。 我操！哎，为什么会被打得这么惨啊？这不真的好离谱啊！ 哎，没溢出去！哎，把我被青钢影压住了。我说这青钢影怎么敢跟我单挑？哎，要是刚刚他大招结束了，我刚好溢出去了，那就秀了。先退一下，能追了。 能来中团一波不？我们有大龙 buff， 不能不团了。酒桶没闪，我操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可以推两路。 你不死，嗯，你怎么跑？你告诉我，跑哪去了？出个法穿棒，这最强四件套了。哎呀！ 出女妖了，我操！你这不是在送吗？你小伙子。
兄弟，你跑！这岩缺出了女妖也没用啊，该死还是得死。不要踢我。50块我也要。